麦成早啊，你到底懂不懂事儿啊？职场是江湖，江湖就要讲规矩、敬前辈。你真别觉得你跟老板那些虚无缥缈的关系，就忘乎所以。 想在老板面前翻天，你还嫩了点儿。陈女士，真是太巧了，这是您的衣服洗好了。 陈女士，陈女士，您今天忙吗？你说，您放心，我不是来催您的，我是来给您送东西的。今晚波提切利有一个小型的红酒品鉴会，去的呢都是一些爱玩、爱吃、有品味的优质客户。咱们公寓也有很多住户会去的。这个是邀请函。我欠你们物业费，你还来给我送礼啊？ 之前我们的服务没有让您满意是我们的问题。其次呢，我之前在这个酒店任职，拿到邀请函不是一件难事儿。我听说最近您在创业，应该是很不容易的。我就想着，也许到这个宴会，您能结识到一些新的客户，要是能帮到您，那我自然也是很开心的。你们管家为了物业费都这么拼的吗？ 入职第一天，经理就告诉我将心比心才能把服务做好。况且，您是我入职以后接待的第一个住户。说实话，我是真心想跟您成为朋友的。当然，我向您保证，即便您交了物业费，我的服务质量也不会因此降低的。好吧，看在你这么诚恳又善解人意的份上，等我空了就去把钱交了。 陈小姐，不用您跑了，我带了这个收款的二维码，您直接扫一下就行了。我下午把发票给您送过来，您看可以吗？来，在这儿啊。对对对。好了，谢谢陈女士，谢谢谢谢。姚先生，您在吗？ 我去帮你清洗饮水机，还有，谢谢你昨天的提醒，小子。 你姐姐最近这么忙吗？晚饭老婆回来吃，你爸送饭连个星期都不来。姐姐升了职，有点忙。爸爸妈妈，你们先吃吧，吃完去散步，然后一会儿我来刷碗。请我别打岔。是吧？佳亮呢？佳亮怎么样？我已经好多天没见大松你姐姐来了，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劲啊？ 没有啊，都挺好的。你去问问你姐姐。哎，阿玉啊，这个丝瓜怎么炒那么咸啊？你是不是放了两次盐啊？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不是没好的嘛？我怎么倒酱？没事，我来。 这个有点那个什么。OK。嗯，我现在觉得不咸了，老好吃。妈妈，我回来了。姐，你回来了。啊。吃饭了吗？还没。正好桌上给你留了饭菜。嗯。爸爸妈妈呢？ 去超市了，洗碗呢。嗯，姐，你最近怎么总加班啊？工作还顺利吧？还行，挺好的。
就是新环境嘛，得适应一下。哎，对了，那个新家亮呢，还当破鸟藏着呢。姐，今天晚上吃饭，妈妈又问东问西的，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爸爸妈妈？瞒肯定是瞒不住的。而且姐，我说句话，你别生气啊。你说。我觉得新家亮配不上你，新家也不适合你。新家亮这叫什么？溜肩膀没担当，站在男人的角度，我鄙视这样的男人。还有他那个家，你看他爸啊。知道，我知道，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姐，当断则断，才能不受其乱。你要是决定和新家亮分手的话，你可以不用顾虑我的。我这个工作其实没有关系的，大不了我就从方圆辞职不干了。说什么呢？你不要因为我跟新家的关系影响到自己的工作，不要随便说辞职。刚刚还说别人呢，鸵鸟。溜肩膀没担当，现在都没有人说你，你自己先溜了。我才没有。反正以后有什么事情，你不准瞒着我，不要总是一个人扛着。知道了，麦打啰嗦。越来越像妈妈了，去给我盛碗米饭。来看，哎，这水饺蛮好的。等一下，我们也拿两个了，还有馅饼啊、油条，再拿一点。欢欢、小嫂都喜欢吃的。晓得了。哎，不是吃饭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让我问呢？你没发现啊？你儿子在跟你讨江湖啊？我知道他在跟我讨江湖，我才觉得不对头，你晓得吧？欢欢和他弟弟的感情这么好，他有些话不跟我们说。会跟他弟弟说的呀。我觉得啊，小赵好像知道些什么，我打电话再问问他。你也不想想，跟小赵老师学什么的？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心里实实清。你问，一句都问不出。我觉得他们和你吵架。谁跟你吵架？欢欢和佳亮啊。他肯定是。不让我们担心，和他弟弟联合着瞒着我们的。哎呀，小青年谈个恋爱吵个架很正常的啊。正常？正常什么？正常正常的，你不担心吗？是。欢欢的事情不定下来，我心里不踏实。你想，他都快三十了，一转眼就快三十了。再说了，男方这么好的条件，说有就有的，傻不傻？帮帮忙，帮帮忙！男作虚，女作实。我们欢欢才29，轻一点，轻一点。谁的？打折了，打折了！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凉凉凉！两个够了吧？够够够够够！凉凉凉！来，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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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一个车。欢欢，有事儿，爸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什么事儿啊？私房钱被我妈发现了。哎呀，不是不是。那是什么？你妈一大早去新家了。去新家干嘛？你好，你好，佳丽妈妈，是我呀，我给你送八宝辣酱来了。上回你吃完了吗？好吃吧？哎，今天我还给你带了熏鱼呢。熏鱼你上次没吃，很好吃的。让他进来吧。您这边请。哎，好。哇，房子好大呀。哎，佳丽妈妈在吗？她在的。哦。
这院子，哎，这还有水哎。哇，这房子太大了，这客厅都抵上我们整个一套房子了。这每个月物业费好贵的。嗯。啊。哎，佳莲妈妈，我给你带熏鱼来，你看，我烧的熏鱼很好吃的，你吃吃看，好吃的话我再帮你做啊。这还有盒八宝辣酱。这可是新配方啊，跟以前那个味道不一样的。你试试看，好吃我再做啊。陈坤妈妈，哎，你今天来不单是为了八宝辣酱和熏鱼，是为陈坤吧？哎呦，你看你看，我说嘛，我们还真是有默契的。佳莲妈妈，你有没有觉得？最近佳亮的情绪跟以前有一点不一样啊。反正我觉得我们家欢欢他进进出出最近这些天感觉情绪好像不太对头哎。我在想他们小两口是不是吵架了。其实这是哎呀吵架嘛，小孩子吵架吵过也就算了，没问题的。我是在想我们父母是不是应该帮他们结婚以前的就是准备工作要做起来了，比如说酒席哪里办呀，是吧？还有就是吵架了啊，那他们为什么吵架呀？陈欢没和你说啊？哎呀，我这孩子从来就是报喜不报忧的，我看这一次他是没脸说吧。什么？姚总啊，这个特别不好意思，有个事儿啊，我想一会儿送完你以后啊，去接一下我老婆了，这天不太好。在哪儿？翠湖别墅。顺路，那就接上一起吧。哎，谢谢，谢谢。你知道陈欢这种行为，给我们新家带来多大的损失？我们不追究他的责任，已经是宽宏大量了。至于婚事，再说吧。就是因为这个，你才不让欢欢和佳亮联系的。你这是冤枉他，往他身上泼脏水。陈欢妈妈，你不要混淆黑白。我这怎么叫混淆黑白啊？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是你们往人家身上塞回扣，你自己做了，不让欢欢说。陈欢妈妈，我跟你也说不清楚。王姐，送客。我话还没说完呢。我跟你说，我知道你是这样的人，我就不敢把姚志明介绍给你。你们没中标，没中标好，活该。哦呦，我说怎么这么吵呢？还以为睡在弄堂里呢，原来是弄堂里的人走错了家门呢。哼，真吵死了。弄堂怎么啦？弄堂怎么啦？弄堂找出来的人清清白白、堂堂正正，从来不搞鬼，哪像那些人呐！我跟你们说，我的女儿是勤勤恳恳、自食其力的人，哪像你呀、啊，整天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啃老。你，陈欢妈妈，我女儿怀着孕了，请你说话注意点。怀孕？谁还没怀过孕啊？我今天就是因为你怀着孕，看着你怀孕的面子上不说重话，不然的话，
我这个当阿姨的要好好教育教育你。妈，你现在看到麦家的真面目了吧？我之前让那麦承欢签婚前协议，家里还说我呢。什么？婚前协议？你们让欢欢签婚前协议了？签婚前协议怎么了？他不喜欢钱的话，他就签呢，这不也没签吗？像你这种想不劳而获的人，我可见多了。你们居然让欢欢签婚前协议，你们太欺负人了！你们做得出来的？你们。妈妈，咱们先回家。宝贝儿，你过来，你跟妈妈说，他们究竟怎么欺负你的？哎呀，承欢妈妈，我们真的没有欺负承欢啊。还不够欺负啊！你们趁我不在，逼着我女儿跟家亮签什么婚前协议，究竟怎么回事？妈妈，家亮，妈妈，家亮，我来处理好不好？你究竟让我来处理好不好？我们先回家。回家，你的教养，有什么样的妈妈就有什么样的女儿。邢佳丽，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了？我说错了吗？行了，别说了。刚刚在门口。我大概听到了一些你们的对话。今天应该是我最后一次跟你们二位见面。接下来，我想说一些我的心里话。如果有不顺耳的地方，还请你们见谅。欢欢，什么叫最后一次啊？阿姨，佳丽，我知道，你们一直看不起我。觉得我高攀了邢家亮。曾经的我以为，凭借我的努力和真心，可以战胜门第的差别，让我跟我的家人可以受到公平的对待。可是现在看来，是我想多了。你们应该已经知道了，透露标底的人不是我，回扣单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调查清楚了，我麦承欢对你们辛家问心无愧。我这个人是好说话，但是我这个人也是有底线的，我的底线就是我的家人。你们可以看不起我，你们可以轻视我，但是你们不能侮辱我的家人，不能侮辱我的妈妈。我麦承欢就算再爱一个人，我也不会让他们因为我受到半点委屈。既然今天大家都在这里，那就把话说清楚。秦家亮，从现在开始，我们两个到此为止。我麦承欢跟你们新家也再无瓜葛。妈妈，回家。欢欢，欢欢，我跟你说呀，带我妈妈回家。你不要冲动啊，不能说分就分啊。啊，妈妈，我们先回家。新家亮，你干什么去？你要出去了就别回来了。行了，别说了。家亮，他，你能不能，乖乖，我刚才说什么了？啊，哎，乖乖，家亮追过来了，哎呀，他挺可怜的，你们好好再聊聊吧。啊，妈妈知道，我今天不够冷静，我妈妈，我刚才说的已经很清楚了，我跟家亮到此为止了，不要嘛，乖乖。我乖，欢欢，你好好跟他说啊。
妈妈，啊，你到前面先等一下我。花花，听妈妈说，你啊，我马上回来。那你好好跟他说啊。放心吧。啊，嘉亮，我刚刚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不得不承认，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情。我们两个家庭无论条件、观念都相差太大了，我们彼此冷静一下吧。花花，你先消消气。我们再努努力，回到从前那样好吗？嘉亮，你觉得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还能回到以前吗？为什么不能呢？我带你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城市，我们逃离这两个家庭，我们从头再来好不好？秦嘉亮，你为什么现在还不明白啊？我们抛开家庭，就聊聊我们自己的问题。你有想过我们自己本身的问题吗？招标会我被人陷害，你就躲起来。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你遇到事情除了会躲避，就知道说道歉。你每次都以为道歉完了以后，就可以把这件事情糊弄过去了。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们两个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沟通过，我们也从来没有正视过问题，也没有解决过问题。嘉亮，我累了，我真的不想再继续了。在这段感情里面，我一直在说对不起，是因为我在乎你，而你说我逃避，你不知道因为你我跟家里吵了多少次架。你好好想一想，三年了，不都是你麦长欢说什么，我邢家亮做什么吗？有一次例外吗？但是欢欢，出了这么多的事情，你们有一个人在乎过我吗？有一个人在乎过我邢家亮吗？你在乎过我吗？这不是欢欢和家亮吗？怎么了？我如果不在乎你，我就不会跟你在一起三年。我如果不在乎你，就不会你接二连三的欺骗我，之后我还会原谅你。如果我不在乎你，我就不会明明知道你们家里人看不起我，看不起我们家人，我还一直想着凭着我们的努力也许能扛过去。但是嘉亮，我太累了，我不想了。我们真的只能走到这儿了吗？嘉亮，你我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们放过彼此吧，我们就到这儿吧。
曾经我们以为牵着手能走得更远，明明努力尽我还是有什么在改变。曾经我们以为往前走爱会胜过一切，走了好久以后才发现有一道墙在我们两人之间，不想你左右为难，这样已足够。下一次如果偶然遇见，别再回头。我们爱过几年几时几分，我们留下余温伤痕心疼。我懂你说的爱而难舍的，我想你也辗转难眠。回去吧，我们无需纠缠，男人追问也是离开，只是到了缘分。那些没说的我们间隔的，让它在记忆里封存。麦师傅，车子你用，先送他们回去，我自己走就好了。谢谢谢谢谢谢姚总。你们怎么淋着雨就出来了？爸，你怎么在这儿？我正好经过。快快快上车快。曾经我们以为牵着手能走得更远，拼命努力尽我还是有什么在改变。曾经我们以为往前走还会胜过一切，走了好久以后才发现。嘉良，你要好好的，再见了。不想你左右为难，这样已足够。下一次如果偶然遇见，别再回头。我们爱过几年几时几分，我们留下余温伤痕心疼。我懂你说的爱而难舍的，我想你。嗯，来来来，你先把这个感冒淋渴了啊。一点声音都没有，不好吧？他现在啊，心里肯定难受，他想一个人待会儿。就让他一个人待会儿吧。要不你去敲一下门，看看什么情况。你先把这个药喝了，一会儿我给他送药去。我再问问他。哦，不是，他回来以后一直这个样子，不吃不喝也不说话，我怕有问题。爸爸妈妈，我回来了。怎么了？你妈在新家受了气，你姐就当场跟这个嘉亮分手了。分得好，早就该分了。怎么这么说话呢？新嘉亮就是配不上我姐。轻一点。自己摆架子就算了，还有一个喜欢搞事情的姐姐。他妈看起来也不好相处，这样的人家还不赶紧分手，难道留着过年啊？行行，你少说两句，那万一他们又和好了呢？
当心。没事，姐，你没事吧？我没事啊。那个洗衣液快没了，我出去买两瓶洗衣液。走了。我去看看我姐。这个女孩子，长那么大。不知道在外头受了多少委屈。好了，别难受了。陈早在吗？他会安慰姐姐的。来，把药喝了啊。出来了，我没事儿，就是有点闷，出来逛逛。姐，什么时候你学会嘴硬骗人这一招？小早。你是不是也觉得姐姐很没用，总是自命清高？姐，你千万别这么想，你分手是对的，婚姻本来就不是买卖交易。既然你和新家亮分手，那律所的工作我也不干。这么有骨气，那之后打算去哪儿？再找工作呗。那不就坐实了你真的是走后门进来的吗？我小枣，你现在只需要好好的工作，即便以后你要换工作，也绝对不是因为我跟新家，而是这份工作这个公司不适合你，或者你有更好的选择，你明白吗？可我看到你被新家这么欺负，我真的人生就好像是开盲盒，做选择的时候永远不知道它的好坏。结果不好有什么关系，关键是你走的每一步都是真情实意的，只要你没有辜负自己不就行了。慧慧，吃饭了。
吃饭了。你看小笼包呀、叉烧啊，都是爸爸妈妈的。我不吃了，我还要开这个会，先走了。那我一会儿给你打包，送你办公室来啊。你不用了。一会儿还有你喜欢吃的黄金糕哎，我走了啊。哎哎，包包，我都忘了，我走了啊，妈妈。路上小心啊。嗯。小张，嗯，你昨天有没有劝你姐姐啊？劝了劝了，妈妈你放心吧，姐姐有大智慧，一定可以想通的。大智慧，大智慧还这个样子啊？毕竟三年了，那不是说断就断的，感情这个东西，我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哎，昨天晚上我想了一个晚上，我觉得啊，不管从哪个方面说，这个婚事还是不能放弃。小枣，你这么去劝你姐姐，你就说啊，只要她跟嘉亮是好的，那就不要在乎那些乱七八糟的还有两家人的事儿。要过日子是她和嘉亮啊，良心。不是妈妈，你觉得好的事情姐姐不一定觉得好的呀，我们要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不说，我自己去说。哎，阿娟，这黄金糕已经蒸了好久了，我把火关了。关了吧，关了吧，他晚上回来给他吃。走吧，开会晚了，小心点啊。一次最无聊的时间了啊，咱们开个例会。我呢长话短说，不影响你们摸鱼，好吧？先说一下不好的啊，不好的点呢，你上周就有一个投诉。我手机没电了，你们注意。你说你跟业主沟通的时候能不能有点耐心啊？你老那么毛毛躁躁的，你每周一个投诉，我跟你说。我希望这个充电宝还能给我们两个的感情充充电。下面呢，我再说一下好的。我们上周的星级管家呢，就是新来的麦承欢。承欢啊，来吧，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么快能当上星级管家，有什么秘诀啊？我工作的秘诀，其实就两个字：解决问题。四个字，行，不管是两个字还是四个字。脚怎么了？啊，分手了也不跟我说一声，还得我自己去问。想去哪儿发泄一下？我带你去。哎呦，累了。那回家吧，好不好？好。别哭了。
躺在这儿一个小时了吧？你倒说句话呀！我跟你说啊，你这分手其实就是解脱。你看那辛嘉亮，骗了你无数次了吧？还有他那一家人，你要真跟他有以后，那一大家子可真够你受的。所以你有什么好难过的呀？我不知道，我就是难过，可我不知道为什么难过。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给你做个网友手去吧。请相信自己。